看看你做的事儿是不是？三十到十五的耳穴什么？那他妈岁数大了有耳机。我一动它就疼。不能冷拽，它里边有东西，人家不找东西，你冷往下拽它疼。要不敢拽。对，不能拽，因为那耳膜儿就被。我这今年个头一年没回家，没回那个。人家也怪疼的。我慢一点啊。你别害怕了，姐，没事啊，放松。看看有点硬。对，你个老头。